欢迎你们来铁花村。请问第一次来铁花村吗？第一次。第一次 ，OK。好，哦，你可以听，你可以说 ，OK。好，我们礼貌先让，请问两位小姐哪里来？澳洲。澳洲，都从澳洲来。哇，对。澳洲之前台湾的新闻讲它是台湾人的打工天堂。那你们三位呢？台中。中。你哪里？啊？台中。台中。OK， 好。第一次来，所以我要解释一下，今天的形式叫做唱作俱佳。唱作哦，哎，很 echo 哎。唱作俱佳基本上是，铁花村它最没有形式的演出。我这样做解释就是，铁花村一直希望拥有这样的场地、这样的资源，它不是专门为歌手去设置的。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三开辟了这样的一个空间，让喜欢音乐的人可以上来表演，只要他准备好，他带他自己的乐器，他就可以上台。我，哥怎么了？闷呢？声音 ？OK， 好。然后我们前面有一个黑板，你们进来有没有看到？就它上面有贴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基本上我们会把一些。我们的就是按照那个次序去填写，所以你只要喜欢，你想要，然后去，你不管是去体验，是去感觉，是来磨练，或者真的就是做一种试唱的准备，我们都很欢迎来这个场合。所以基本上除了固定的脸孔以外，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不太清楚什么样的歌声会出现。